安徽的冬小麦已经进入返青期，眼下正是防治小麦病虫害的最好时机。在安徽阜阳临泉县，农技专家查看小麦生长态势，现场把脉，指导农户防治病虫害。今年春季麦田管理啊，要以防旱、防冻、防病虫为重点。小麦的管理呢，要因苗施策，得播种完苗弱苗黄的麦田，要早组肥、追肥、补肥；对于壮苗麦田，浇水、追肥要推迟到3月中旬，小麦8月初期进行。